我的姐妹们呀，千万不要去做情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一啊，这情人呢，都是男人在空虚的时候才会想到的人。情人呢，只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而已，吃完了就可以丢的东西。做情人最受伤最深的，你还是你自己呀。第二，情人的定位呀，历来都是小三儿啊。男人不管跟情人他如何相好，这工资吧，他还是交给他老婆。情人最信任的还是老婆。在男人的字典里啊，情人是别人的，老婆呢才是自己的。第三，那男人出轨了，但是他最爱的他还是他老婆呀。也就是说，老婆和情人之间呢，老婆比情人更重要。如果情人和老婆啊，他俩同时得病了，那么男人最关心的是谁？答案当然还是自己的老婆了。这种答案肯定让很多婚外情的女人们心碎，毕竟情人嘛，只是外人，而老婆她不管怎么样，她还是自己人呀。所以去做情人的女人，我请你们一定要醒一醒啊，在婚外情的游戏里呀，你永远是输家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的情感相处之道。